又系呢个机场啦、啊。对于呢个机场，我已经冇嘢想讲。我谂住啊，大阪机场、啊，等我搵啲嘢讲下先咁样。太嘈啦，冇啦，只能够讲，系又系你啊关空，我有啲挂住晴天同雨天。Welcome to Travel 咯，欢迎嚟到我 channel。早晨，我而家又喺机场啦。今次呢个课嘅主题系我嘅大阪四日三夜公干之旅嘅。今次呢一个咧就好简短地，过去四日三夜，但我会好多嘅地标啦。因为今次拍一个节目仔啦，我都好希望中间系有机会可以拍下嘢。虽然我都唔知道自己有冇时间，同埋我会去咩地方，系咪地方其实大家会唔会仲想睇？我唔知道，而家太早啦，而家系搭最早嗰班机去大阪啦，因为拍摄嘅时间咧就系相当之充实嘅，而我前一日咧先至好夜先至结束工作，咁所以咧而家咧就系一个我完全唔知道自己讲咩状态，全翻去大阪啦，我连部机都唔记得点用，好啦，出发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耶！第一日收工，食饭啦，食饭啦，食饭啦！もうベッカこれは何ですか？福の白子。あ、福の白子。福の。福の白子。ああ。バター醤油。年貢。ああ。はい。すごい。ああ。呢個係雞脯魚嘅白子，跟住加牛油同埋醬油，有啲似姜葱炒。鱼白子啊！快点啊！我有事。哇！好似一阵亏。呢个系龙虾刺身，好贵啊！跟住呢度有个蟹膏，之后咁样，好幸福啊！呢下超幸福，味仔好好味，眨下眼我已经扫晒啦。呢个是我拖字高级的鱼，应该是石松鱼，我未食过。呢个是松叶蟹肉的寿司，你睇啲蟹肉。我们手都准备加两包啊！可以啊。
再来一次。吃了很多东西了已经。本早就没做完了，我们。我先吃完一餐饭，吃了很多东西，又去了北新地，试了另外一间北新地的麦卡锡林，完成了我今次四日三夜大阪之旅的第一天。而家就去我的民宿啦。今次我住呢个地方是千代旗池窝仔，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其实我夹已经好早离我而去，佢已经借翻咗我间房間，另外系唔知道间房系点样嘅。不过而家太夜，可能听朝先再开箱俾大家睇啦。好，今晚就系咁上下啦，早唞，我有睡眠啦。好，虽然讲住我有睡眠啦，但我都好想开一下我间房嘅箱嘅。802真开箱，因为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间房系咩样嘅。我夹已经到了，而家是真开箱时间，我都不知道我间房究竟是什么样。好了，看看我间房先。哦，依家知，哇！等先，灯仔，呢个咪灯仔嚟噶？诶，吓死我！跟住呢个系 OK， 开咗啲嘢先。呢个系唔关事噶。呢个咧，哇，好似，哇，哦。我有一种好似翻咗日本嘅屋企嘅感觉啊！你睇下呢位，有炉头，有台，有房，哎，有厕所啊！睇下先，好搞笑，我系完全唔知灯掣嗰啲喺边。等我开翻晒灯先啊！喂，正喎，咁大嘅洗手盆，我最中意嘅洗衣机。我出去真系成日都好长，要洗衫。好啦，今晚就喺度洗白白、洗白白嘅地方。有一个洗手间啊 ，OK， 好，睇埋呢边先，又系揾灯掣嘅时间啦。哇，灯掣喺边？喂 ，OK 喎，又真系有家的感觉。呢个唔系灯掣啊 ，OK。哇，好大个衣柜啊！呢个衣柜好似可以放入去咁样，真系。睇下先，个衣柜系可以，喂，但系我入咗会唔会出唔翻嚟噶？好惊喎！但我而家唔敢留太多，我惊我无啦啦晕咗自己，我真系晕咗自己个衣柜度，好惊呢个系个怪谈嚟，哇 ，OK 开到，好大个衣柜，瞓到一个人喎，衣柜你睇下，真系超大个衣柜，佢真系瞓到一个人噶，哇，其实我自己行张床喺度，我都可以瞓到，哇，仲有吸尘机添。呢度哇正啊！紧张床呢、這个就系房，所以哦佢仲可以拉埋我，我真系真开箱喎喺度哇 ！OK， 咁就变咗间房啦。好，望埋出面先。我觉得天光可能会靓啲嘅。哇，露台嘅原来，喂、哎，哇好大露台啊！哇有家的感觉哦，真心，仲唔系家的感觉？同埋个露台都好大下，我谂听朝。可能看到多少少景，而家太夜了，但是对面是伊昂，伊昂在这里。问题是我会锁自己在外面的，刚才吃饭的时候我喝了一些沙茄，所以我一人是要叫无论之的。这位挺靓的，现在上次然后听朝自己起身的时候，究竟会不会靓在哪边？我在家里回家房先 OK， 回家我的家。喂，感觉良好，好 OK， 开箱完毕。好犀利啊，原来还有咁點解成間屋都冇電視呢？原來電視係埋藏咗喺呢一度噶，正喎！我可以撳到住，我可以撳翻自己，試下先。哇！咁大個電視其實都幾正喎。我決定喺呢度令到下一個喺我住嘅人有機會可以睇到 Jaffa 落先，等佢唔知係咩腳撳入嚟，然之後發現 ，Oh， this channel is great 。当我可以看到自己啦，我既然在日本，我就看回我日本啦。耶耶，
多得呢一个投射荧幕，大家可以喺我嘅民宿放到睇翻自己啦，仲系咁大个银幕添啊！好，请大家多多支持周奕伟、张富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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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系呢个就系我喺大阪四日三夜嘅屋企啦。我而家要做嘅嘢咧，就系将呢度头先我开咗嘅门。OK， 哎，得，我几惊我一嚟整烂张嚟都冇。OK， 咁多位，真心早唞。今朝早机一直到而家，工作完毕，休息完饭，翻嘅时候真系要冲凉瞓觉。阿辉，好紧要一件事，好紧要一件事，好紧要一件事，完全冇记咗自己啱啱买完嘢喺边啲，今次。其实咧，即系洗份嘢吧，除咗买咗呢一个柚子绿茶之外，我仲买咗呢个，噔噔，油鲍鱼温泉粉。我今次咧，即系有一个咧，可能我都系嗰句啦，因为本人有饮咗少少石嘅，所以系有少少唔系一个特别清醒嘅状态。但系咧，我既然咧买咗呢个温泉粉，呢度有浴缸。大家可以浸浴。四日三夜大阪之旅的第一晚就由浸浴结束。我不知道我咁样阵间用嘅手吸住个镜头之后，会唔会下一个 shot 系竟然会将我浸浴嘅 shot 都影埋？如果系我真系饮醉酒，讲明先。好，究竟我一吸咗个镜头之后再开，会唔会系见到个浸浴嘅 shot 咧？不妨喺下面留言估下有定冇啊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瞓觉啦。Good night. Oh. 欢迎收睇 Prime Time News。我想知道有边个可以坐到我呢个位置。佢唔系你坐啲啦。想知我同方健儿倾咗啲乜，就要密切留意 JaTalk。哇，好舒服。